大家好，我是导演张永新。我在2021年荣获了第17届中美电视节年度最佳导演。光影艺术总是让我们能够不断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。它也让我意识到世界不同文化之间需要交流与理解。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是增进友谊的最佳桥梁。2024年中美电视节20岁生日快乐。